我妈想过来看看。那就是引狼入室。那心里准备怎么办？你妈妈要面子，自尊心强吗？跟你一样。那太好了，我有一个办法。要我做什么？洗碗去。好。我来不及了，我不吃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早饭。你人也太好了吧，谢谢。陈老师。谢谢。哎呦，秦律师，什么时候开始消费降级了？不就是老公失个业嘛，不至于连星巴克都喝不起了吧？你说这咖啡啊，这是我老公给我冲的，我都说不用，他非让我拿着。李律师，秦律师，唐总让你们马上到11楼会议室开会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喂。如果不想跟他同归于尽，办法只有一个。这个案子你不要参与。秦师，帮老板娘挽回了2500万的损失，那秦师在老板娘的眼里是什么？亲孩子呀，镶金边的，懂吧？那如果你的亲爹亲妈不让这个孩子去参与一个活动，理由是什么？秦律师，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跟你说俊辉是我未婚夫。有这么优秀的未婚夫，还怕别人知道吗？想什么呢？跟你说话呢。我想吃火锅了。他想吃火锅。